让我们今天能够拨空，我们所有的人能够到你的面前来。主要我看到异象，我看到荣耀充满的人，把他们降服在那里。我看到亮光在这里，所以我知道你要祝福，你要祝福我们，使我们的人增加，然后让我们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你的炸气。你让大家兴旺在这个地方，主我感谢赞美你。我今天要特别为了我们的国家，为了我们的教会，更重要为我们会员。主我看到红星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，你知道他心里的病痛，他真的非常的勇敢，今天到这里来。我期待他在这里能够得到他想要的，能够得到大家的爱。还有我看到贵青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在我们身体都有很大的病痛，但是主你保守带领，在我们当中呢，有很多人需要你，主啊，你的灵大大充满他们。我们要奇迹在这里出现，我们要看到你医治的灵在我们当中。哦，主啊，你要复兴我们，主，我再一次把你的话语放在你的面前，你圣灵充满，你的灵要在我们当中。主耶稣基督，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人。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你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使徒行经，叫我们起立。来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着圣灵神运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请坐。我们一起来读圣经，记得在腓立比书一章12-21。这边先念12，这边念三，来100个。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兴旺。三，只是我受的捆锁，在爱与前君和妻女的人中，已经显示是为基督的缘故。四，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，多半因我受的捆锁，就笃信不疑。越发放胆传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十五，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基督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毛利。六，这等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列领福音设立的。十七，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必须要加增我的所有的属。八，那有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九，因为我知道这世界的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救。二十，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。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行大。全部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好，下面我们要请聪勋传道来我们讲，刚刚讲的题目在受苦中喜乐。